Hello， 大家好，我是风破。然后我们今天玩的是就是一个就蛮久以前，然后我以前也蛮喜欢玩的游戏，叫做 Boxhead， 然后 Two Play。它这个意思是指说就是双人版，大家就是有两个人可以一起玩。然后就一样嘛，就跟之前的魔法兄弟一样，就是当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区域网路，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在两个人在挤这个键盘上面玩。好，这个就是可以选择说你要玩 single play， 或者是玩你的两双人合作。然后这个好像是死亡模式，可是我从来没有用过死亡模式，不怎么喜欢。然后这个游戏就它下面还有其他的系列，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可是我比较偏爱这一种的，因为我觉得它的画面比较，其实它这一版的画面比较接近，我比较喜欢。那我们就选 single play。然后我们就可以选说，这里就是我们要杀僵尸，它主要就是杀僵尸啊，要不然也没有其他东西。我们可以选择地形，啊，这种什么很奇怪的地形啊，那什么迷宫啊什么的 ，Big One， 哦 ，Big One 看起来很麻烦。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用 Boxy， 就是一大块的空区域，空区域很棒，真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这边，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它上面就会有各可以选。然后我们就只有一个人，我们就可以选，这是警察，棒。然后这个是上班族还是特务啊？因为他一样都穿的是西装，可能是，哈哈，不确定。等一下，确定一下我的有没有在跑？哎，有啊。啊，这个有没有在跑？也有啊。哦，还好，没有，因为网页游戏。不好录音，然后我怕他又没有录音到，就只好先检查一下，不好意思。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军人 Bert，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很像蓝波的家伙 Bambo， 哦，比较喜欢警察，大家看也比较帅。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要开始咯。哦，在战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控制，然后就是上下左右键，上下左右键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就是那个什么换子弹之类用的 ，shoot 是这个好 ，OK， 那我们就，yeah， 然后开始，而且汽油桶非常的方便，就是我们这样子打下去就 OK 了，啊。汽油桶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我们现在有多了一个，然后我们就按我们的其他的键就可以换我们的枪，我们继续杀僵尸。浪费了，换我知道了，不太会换，不太会换那个枪武器，我已经很久没有换了。Yeah，level 二，要注意，因为之后会有红色魔王。双人的话，其实就是你被其中一个被魔王打死之后，另外一个如果没有被杀死的话，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哦，记住，打的我都都 ，no，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哦，耶。耶！就你可以看到，就是打死之后会有血迹，非常的明显。不像麦块的话根本就普遍级。我们要注意，非常的注意，因为魔王的那个威力很大。Double damage。啊，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只有小枪是属于。无限子弹啊！哦，迟到了。小枪立大功。哦，因为我们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说，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没有所谓的 BGM 的存在，图为用。哎，魔王要过来打啊！来啊，魔王！
魔王，来哟来哟来哟！呜呜呜！耶耶耶耶！那帮我打僵尸，哈哈！哦，摸死了摸死了！我还想要骑个什么，就是要死，总算换我们的物资。要有点距离，要不然的话僵尸会打到我，我就会受伤。Shotgun， yo， 哈哈，啊啊 ，yo， 哎，有换哦，有新的。然后 single player 的话，就是单人游戏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就是用，等一下我先这样子按一下，就可以选择用你上面的数字键，然后可以换武器，很方便，非常的方便。啊，我们的物资箱升级了，哒哒哒哒哒哒。barrel 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 barrel。哎，不要先打好吗？哎，那个很贵。不能太近，太近的话我会被连击到死。魔王的连击方式 很恐怖。有。哈哈，这是好处。嘿嘿，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就不用太担心了。还没死。好的，那我们这样子可以挡住僵尸的。可是如果魔王或者是我们打到的话，就爆炸，就爆炸。怎么下面没僵尸啊？哦呦！各位看到了，非常恐怖的。要一个，把先吃掉。下个，突围啦！突围啦！突围啦！哟，基本上是不错的小游戏啊。然后它的，好，闪过。吃，不对，他给的不是。怎么是物资枪呢？应该要给散弹枪的子弹呢、啊？他有时候给的不太固定哦。我只以为他会补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却不是。啊，上面的话有分数啊，有好东西。啊，需要杠升级。然后注意的是，我们的手是在右边，所以我们如果中间的话就很。耶、yeah ，那我们来换一个手榴弹好了。它这是什么都有，就爆炸。啊，死掉了！死，死太快了。我还没有展现完全部的东西耶，重新呢，重新呢，太爱玩就重新了。我可以啊。不能总是这样子。不能总是这么爱玩。要不然都死掉了，很好笑。刚那个就是被僵尸跟魔王围殴致死。浪费了。死了啊！哼哼哼！准备我们的物资枪，物资枪棒棒哦！这次就速战速决吧。
我到了，你怎么在这？No！啊，外面下雨。这还差不多。补充，不是需要杠，你给武器的方式很奇怪。物资，好，这下子是物资。好，有新增东西了。那我们这边就不要乱射，直接弄爆它吧。弄爆它！啊，好，结束它。安内卡金，员工太爱玩了。弄错了。这个会非常有趣哦。哈哈，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等啊 ，Level Four。我刚刚上次是挂 Level Four 是不是？那师叔应该放一下东西，喂，不要乱。哎咻！啊，不行！好的。重新去捡，哎，好，非常好，吃一下。他都给 barrel， 我不要油桶啊，才不要油箱呢，油箱什么的才不要。会有补充？哎，不是啊。哦，忘了说一点，这武器是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哦，跑！好，可能是要拿手上拿的武器，他才有反应。非常好。哦，又有新东西了，哎，加强。为什么他的音效是跟他的音效跟他的音效是跟那个油桶的声音是一样的？在附近先放一下东西。好，那你可以死了。啊！不！来！哈哈。冲啊！吃一下。太棒了！有一把散弹枪啊，这不散弹枪还比之前那来自外星的散弹枪还强。好 ，OK。好的，
是不是有多新的？哇，浪费了。现在附近放些……哦，等等，他把我的枪……不准这样对我的枪。要求！哦，升级了，他升级了！等等！哦，越来越紧张！冲！为了要吃啊，拿到了。再拿一个，行嘞 ，OK 啦，它变成300了，换，需要罐也换了，然后这边也放多放几个，啊，真是超多。就是这个，然后在这里，必须在僵尸的时候这样做，要不然的话我会慢死啊！这个是啊 ，C4 超棒的，超棒的，超棒，超棒的！各位不能否认 ，C4 是这个游戏里面 C4 超棒的。也不会被那个，也就是僵尸很慢很慢的时候走过去的时候，就会被，哦耶！怎么威力有点弱？我必须确保他先死掉。好。有东西！哟下，非常好！冲锋陷阵，被打！不行！跑喽！在附近再多放几个，现在不妙，现在很不妙啊！西内，不是这个，我不要，不是这个。这个了，啊！要跑！哈哈，你看看。
跑喽！呜呜！哦，连发的，连发的，哦，赞赞赞！补血了，补血，补血！Rockets， 火箭哦，最终武器火箭筒，好像是最终的吧？活该！不，不准踩！这混蛋不准踩！叫他们不要踩！喂，你们来得太快！哒哒哒哒！好了，跑喽！哈哈哈哈！这个太刺激了，我没办法。一发就死的火箭，哎，太棒了。合理发展。Rockets， 然后 mine 这边放一个。这边还有，接下来是我要放的是 barrel， 怎么放？放一些这里，再放一些，然后这个都事先做好。战术运用就是在用在这里，差点我就站上去。弄错。冲进去，拿。有！不！啊哒！我的！死内！拿东西时间，好了，现在又是一个人打，这样子好累。有趣是有趣，可是好累啊。
怎么？一下什么东西都没了。每户哦，每户哦，哦。啊，死掉了！啊，最后还是死掉了，太紧张，就把它玩挂。然后这是个不错游戏啊，然后就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一个人玩果然有点难以掌握。然后就这个游戏就这样子啊，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See you。